情戒备了。一尊，我们以前上过军训课，这样听到会紧张，你知道吗？神经病！是怎样啊？飞弹打过来了，要不要躲进防空洞？不，这比飞弹打过来更可怕。韦如姐要来了，来就来吧，好啊。什么好？他是追杀小易过来了，一大清早就听到他骂小易，整个社区都听到了。哦，你们没听到啊？那是谁？来来来，别跑！别老娘站住你！你还跑啊？他连老娘这个字眼都出来，肯定事情大条啊！韦如以前都称自己是姑娘，他今天讲他自己是老娘。你以为你有这副蝙蝠，你就可以给我装聋作哑吗？哈！你学测成绩考这么烂，你怎么考上大学？你考不上大学，你怎么找不到工作？你找不到工作，你怎么赚得了钱？你赚不了钱，你怎么娶得了老婆？你娶不到老婆，你怎么生得了孩子？你生不了孩子，你怎么对得起国家社会对你的栽培啊？这种连珠炮式的骂法，我好像听某人骂过。那是我爸骂人的标准句型。讲话，你讲话！一个早上都在骂这件事情，你不累我都累了啦。你还敢顶嘴？我是你妈哎！哎呦，韦如，你不要生气，你就下次考好一点嘛哈。好，我帮小易说说话好了。韦如姐啊，其实小易功课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没什么好心。不要每次一考完试发成绩单你就发脾气。如果一个月考一次试，你不是每个月都要发脾气，你的月经还准啊！你，这孩子，你太难过了，你太难过了，你太难过了，好了好了。你妈搞到月经真的来了，你少讲两句，她情绪不好了。对呀，秀秀月经来的时候，我都不敢惹她。小光，你们男人很奇怪耶，我们女人心情不好就说我们月经来了，哈，好像我们很不可理喻一样。我告诉你们，我 MC 没来，我下个月也不会来，我下下个月也不会来，我永远不会来了。妈，你怀孕了是不是？你怎么都没跟我说是哪个男人？我要负责任。啊！又被别的男人抢先一步，惨了。韦如姐，你也太不小心了。啊！孕妇不能生气。韦如，不要怕，手给我。来，我会陪你去做产检的。反正台北市的妇产科我都很熟。哎呦，没天理哦！想怀孕的人怀不了，不想怀孕的人一下子就中了，这什么世界啊？是的。那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呀？对对对，我有说我怀孕了吗？不是，你刚刚不是说你 MC 这个月没来，下个月也不会来？我圣母玛利亚，我没有怀孕啊，怎样？我只是 MC 不能来。我去看一下我妈，我怕她想不开啊。妈，你的 MC 没来，小易来了。这没有怀孕，但是又没有来，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哎，这一定要接啊，因为电影都是这样演的。更年期，一定是这样，肯定错不了。哦，那就好，这代表韦如没有怀孕，那也就是说她没有跟别人。韦如，我来了。生老 MC 更年期，女人都会有这一天的，谁受得了啊？真的。秀秀啊，那照你那呢讲吼，韦如真正是更年期来呀。是哦，你甲看，伊遐尔早都结婚，搁生囝吼，这更年期早来是正常的。也对啦，可是他情绪起伏那么大，哎，像个不定时炸弹，很可怕哎。你养你。哎呦，那我好难想象以后我更年期会怎么办哦。啊，你问我就知啊，我经验上多啊，啊，就是用迄心情的起起落落啦吼，啊，难免就那么化寒化热安尼啦。会这样。哎，我安尼讲无清楚，我演一摆吼，互恁看恁就知啊吼。伊若来吼，伊绝对安尼演吼。今天好热哦，有没有冷水呀？伊就只停一时啊吼，啊，即卖就伫遐丢丢沙包吼，这边沙包，哎呀，厨房在哪里？在那里，伊就呀啊，伊就加在灶卡内面啊。假的，韦如，这好热哦，有没有冷水啊？不好意思，你们家厨房在那里，哇，好热。有无？有准哦，就是安尼演的。所以好厉害。哎，可是说真的，今天又不热，我们都穿毛衣耶。对啊。更年期呀！你们在说什么？没啦。啊，我都听得到哦。哎，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哇，今天真的好热，我一直在流汗呢。口渴，我去倒杯水哈。那，这
说我多多来啦，就嘛，三年级，就是安尼，这心情安尼起起落落，加的。伟如啊，哎，心情好一点了没有啊？小玉她没事了吧？哎呀，没事了，这么快就没事了？哎呦，后来想一想，看讲的也对啊，那小玉功课不好不是一天两天了，只要她不学坏，哎，不要跟她计较嘛，对不对？哎，对对，你要把她心情变加多，我都要跟她。哎，可是你刚说你这个月还没有来啊，那你觉得那个？妈妈，妈。哎，露露呢？安娜，露露阿姨，妈妈，怎么样？妈妈，我有话要跟你说。跟我说，这里又没有外人，就讲啊。来，给你讲。啊，对呀，你就坐下来跟大家讲嘛。我口渴，去倒杯水哈。哎，肚肚肚啊！妈妈，我最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了？我的胸部这里感觉硬硬的，又胀胀的，而且还是会痛。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哎呦，不，你今年几岁了？11岁。哦，啊，露露，你这里长毛了没啊？有一点，摸起来刺刺的。那就对了。什么就对了？好秀，亏你还是人家的妈哎！我这个不是当妈的都比你有常识。我问你，你月经什么时候来的？我上个月18号啊。谁管你这个啊？我说你抽筋。哎呀，22年前的5月8号啦。哦，秀，你13岁了哎。对的。任，你知不知道班上有没有女同学月经已经来了？我怎么会知道？可是我已经看到我们班上女生有人都戴胸罩。拜托，我们才小学生呢。哎，现在小孩子发育得很早，好不好？11岁来月经很正常啊。啊，你的意思是讲，我就是这个意思。好，你们呢自己好好准备一下啊，时候到了。任，别紧张啊，女人都会有这一天的。我先走了。春又回，可是有些事情是永远回不来的。润润的月经都要来了。我的却再也不来了。伟如，你也别紧张，女人也都会有这一天的。嘉宾干嘛跳到这？润润，妈咪跟你讲，如果哪天月经真的来了，一定要赶快告诉我哦。月经来是不是很可怕？哎呦，没啦，没可怕啦，啊，就是哦，情绪哦较不定啦吼，啊哦，食袂落，爱会想要发脾气，爱困袂去哦。我不要。啊，好啦，好啦，好啦。哎，查某囡仔大汉啦啦。进入青春期了，怎么可能？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这是大事哎！我们家润润啊，要从小女孩变成小女生了。那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面对事实啊！我跟你说啊，女孩子呢，一旦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什么事情都变得不一样。我们要把她当朋友一样聊天，到时候呢，她会开始喜欢打扮啦，对男孩子啊会产生好奇心。你干嘛都不说话？不是我一时无法接受这种打击嘛。你神经啊，我只是提早告诉你，你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去调试好不好？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跟妈出去了，你跟润在家里哦。我会跟她聊聊。你能聊什么？女孩子青春期你能聊什么啊？你不要打扰她做功课就好了，我走了。青春期，润润。不可能啊，这记得昨天才刚生，怎么今天已经进入青春期了？你会不会来太快？
怎么了？妈妈不在吗？妈妈跟阿妈出去了，怎么了？我有很紧急的事情要跟妈妈说。哦，那跟爸爸说也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我要跟妈妈说。妈妈跟爸爸说也是一样嘛。真的吗？真的啊。我流血了。你流血了？真的？我看看。人家不可以给你看啊，人家月经来了啦。什么？月经来了？笑！你过来，你坐。真的一定能够想出办法了。你喝咖啡？喝什么咖啡？对对，不能喝。妈妈身体有病，我知道是放哪里。你等我一下。这应该是卫生棉的，那这不够，大块的嘛，卫生棉对不对？应该这里。这块，这怎么用的？这怎么？那你阳光就我。爸爸做给你看啊，爸爸，妈妈有一次教过我，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一开始都会比较痛，妈妈今天呢有煮这个红豆汤，待会趁热把它喝一喝，肚子就暖和了啊。可是真的很不舒服啊，而且一直流血很可怕，会不会流出来沾到衣服？哎呀，没啦，暖暖，以后吼你大家话吼拢有几工会安尼，这都表示讲吼你大汉啦。对呀，而且妈妈都帮你想好了，你就半天啊去厕所检查一下，换一件卫生棉。然后这几天呢都不要喝冰的哦。然后肚子真的有一点点痛的话，你就吃巧克力。如果真的痛到受不了的话，妈妈教你热敷啊，或是煮这个黑糖给你喝哈。嗯，给你炸巧克力。小郭，你也说点话，帮女儿做点心理建设嘛。我讲什么？我又不是女人，我这种经验又没有，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乐乐，你要坚强一点，我怕以后我们会有距离。为什么会有距离啊？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出去透透气。哎，你小郭嘞，怪怪的。男人嘛，紧张咯，女儿长大啦。哎，我看啊，以后啊，帮润润煮红豆汤。帮小郭煮人参汤的时候到喽。我昨天才刚生出来，怎么一下长那么大？我要多生一个。没事，加油。我也好矛盾，你们两位是在矛盾些什么啊？润润月经来了，我是该高兴还是难过？伟如月经不来了，我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我高兴的是润润月经来了，她终于长大了。难过的是她如果进入青春期，会不会不理我？我高兴的是伟如月经不来了，就没有别的男人可以让她怀孕了。我难过的是，那她也不可能怀我的孩子了。哎，依我看啊，你们两个要小心啊！润润月经来了，就代表她不是个女孩，是个女人了。伟如姐月经不来了，表示她认为自己不是个女人了。润润的胸部还开始变大，伟如姐胸部又开始下垂，而且我一堆臭小子开始缠着润润。越来越多老太太想跟伟如姐变好朋友，润润啊，就不会想要再理你了。伟如姐再也不会理你了，润润就不再是你的小公主了，伟如姐再也不是你的女王了。我们不来了。你话多哎，我也不干了，走啊！开玩笑的嘛，我们默契那么好，怎么好了？回来了啊！来做菜啊！那个，你有没有多准备一些营养的？哪一天吃的不营养？
哎呦，你不是说女儿月经来了吗？要多补充一些铁质跟钙质啊，所以我特别买了一些钙片，还有一大包红豆回来，待会弄给润润吃。还有，我跟女同事聊天啊，她建议啊，有一种止痛药，待会给润润吃。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听起来的时候你也没紧张过。不一样嘛。为什么不一样？当初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月经来我很开心啊，那就代表，总而言之啊，我跟你结完婚之后，你那方面月经控制很好嘛。你讲那么多干嘛？我是说你反应太过度了吧。我。不会啊，哎，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了，我习惯了。可是我是第一次当青春期女儿的老爸，我还不习惯呢。回来了，坐，你还好吧？还好啊。你身体会不会不舒服？嗯，还好哎，习惯就好了。这么快就习惯了？哎呦，小哥啊，你不是查某人哦，你不知道查某人的坚强啊。嗯，阿妈，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隔壁班有一个叫柯启云的，长得很可爱的那个啊。他今天写纸条告诉我说，我也长得很可爱，想跟我做朋友。哎呦，我跟你讲。润润啊，等一下，爸爸问你啊，你现在已经青春期了，已经是大女孩了，你交朋友要小心了。柯启云是谁啊？啊，他成绩怎样啊？他在班上会不会欺负其他的同学？最重要的，他爸爸的政治立场跟我是不是一样？我这样问有错吗？嫩嫩，咱先来去洗身躯，待会落来吃饭。是啊，干。秀秀，我这样有错吗？柯其云是个女的。那就好。哇，有饭的香味！哇，一桌好菜，有鸡耶！哎，大嫂，哎，昨晚我跟你讲，那个你们今天经理打电话跟我讲，说他想要做一个青少年青春期交友的节目，这我哪懂啊？所以我来问你啊。不过我真的是变化赶不上老板一句话。我靠，我们这社区发生的事会不会太巧？什么？啊，没事，老板叫你做你就做嘛，干嘛啰嗦？哎，伟若，你怎么了？我来找秀秀，你不要理我，就当作我不存在就好。哎，组长，伟若啊，现在正经历女人最敏感的一段时期。感情也起。好。金华，接一下。喂，你找谁？找润润啊？你谁？王伟忠，他不在。哎，爸爸，是找我了吗？你怎么可以把他挂了？哎，润润，爸爸是保护你啊，对不对？你这个青春期交朋友要小心啊，像王伟忠那种口口声声说长大后要娶你的，我看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根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根本配不上你嘛。润润，你交朋友一定要小心，像这种一天到晚啊不想上课、啊、调皮捣蛋的这种臭小子、啊，连救急都不如。你怎么可以骂？我不理你了啦！露娜，你看看，你非要把女儿弄哭，你才高兴。啊，王伟忠嘛，不是什么歹囡仔，只是生做较歹尔。啊，你以前哦，你小时候无女同学哟。对，小时候最受不了我爸爸妈妈不准我接男同学的电话，还会偷翻我的书包看看有没有情书，害我的青春期就过得跟戒严期一样，一点人权都没有。没错，不但检查书包，还偷听电话，更过分的是啊，他还为你的情书帮你拒绝对方。我那时候就发誓，要是我有女儿，我绝对不会这样对她。偷听你电话，还帮你回情书，对，是谁那么过分？是我，我呢？伟如，你也安尼教小易？组长啊，我看啊，你连自己女儿都搞不定，这个青春期青少年男女交往的节目啊，我去找别组做算了。其实润润才刚进入青春期，你不用这么紧张嘛。男生女生交往，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啊。倒是你的反应过度，我看你啊，比较像是提早进入更年期的老爸。反应过度吗？你说呢？我说啊，不会啊。哇，算了，妈，带润润下来吃饭了，快吃了。小郭，你在干什么？你这样搞得我怎么睡嘛？我就是睡不着啊。你还在想润润月经来的事啊？对啊。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说润润怎么这么快就进入青春期了？她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公主啊！那她现在月经来了，她身体我怕她受不了，我会心疼呐、啊。而且她现在月经来了，她身体开始起变化，心态也会不一样。
我很担心他会交到坏朋友，更担心他出门在外的安全。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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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根本就在担心他不属于你了，对不对？人家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啊，那现在长大了，怎么抱？我怎么抱他？是吗？我看你在担心会不会有臭男生接近他吧？哪个臭男生敢接近润润？我宰了他！哎呦，当初我妈怎么没有把你给宰了？好啦，我知道你紧张了，我也很紧张啊。润润是我们家的小公主，我当然知道啊。可是她长大是很正常的事情，小公主永远都是我们的小公主。你呢，就平常心一点，不要想太多，好不好？免得适得其反。真的吗？我看你明天还是去跟她道歉吧。哦。睡觉了。润润，对不起，你月经来也不是爸爸让她来的。你在讲什么啊？没没没，啊，我知道怎么讲，睡觉睡觉。受不了。润润，你还在生爸爸的气啊？润润。爸爸跟你说对不起啦，那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禁止你接任何同学的电话，好不好？那你要爸爸怎么做你才满意呢？帮我签联络簿，以前都是妈妈帮我签，我今天想让你签。签好，签就签嘛，签就签嘛。看老师有没有留号。哎呦哎。哎，这边，请家长注意润润生理期间的情绪起伏。并协助心理建设。爸爸，我觉得你比较需要心理建设。好，给你姐姐，我们来去上学啊，你去上班啦。来来来，大家早。哎，老早。哎，我有啊。哎呀，平常学拢慢，你们家在哪里呀？吴思伟，时间不早了，去上班去了啦。去上班。这不用担心润润啦，这是长大的必经过程啦。好，我去上班了哈。来来来，小心啊，我去上班。签到联络簿。谁的啦？哎，来了。什么来了啦？我那个来了啦！哎，我就讲嘛，你的更年期不可能啊，你要早来的。对啊，所以只是晚了几天嘛，紧张。到底晚了几天？几天啊？三天。小杂包，才三天而已，紧张。妈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大姨妈真的很奇怪。有时候大姨妈来的时候，你会很痛苦；那有时候她不来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很痛苦。唉，女人呐、啊，你妈变女人了嘞！来来来来，为女人庆祝哈！来来，给小张子，小张子，来来来。接一下。嗯，快点。谁打来的？喂，啊，哎，赖太太，不会太晚了。啊，什么？你们家水龙头坏了？啊，水流的声音让你们全家睡不着。哎呦哎呦，怎么会这样啊？啊，我不可能啊，我是社区主委，我又不是台湾水电工，怎么帮你们修？怎么办？怎么办？那你就当那个水龙头那个声音，就小桥流水声音，你们就当作去乌来度假就可以全家睡着。不客气。赖太太是怎样啊？现在都几点钟了？嗯，快睡吧，快睡吧。哎，又谁打来？奇怪。喂，哎，赖太太。可以了是吧？不客气不客气。他又怎么了？不是。他说我建议的方法很好，然后呢，他们全家都睡着了，那他也开始有睡意了，所以就趁着他还没睡着的时候，打个电话来跟我说声谢谢。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多的是。好了，继续睡，继续睡。睡不着了啦。你睡不着，那要不要唱催眠曲给你听？还安魂曲嘞，催眠曲。老公。
我在想哦，刚好我们下礼拜社区不是要开社区大会吗？嗯，我看你任期满了之后就不要再当主委了，好不好？为什么？哎呦，像这种吃力不讨好又没有薪水的工作，你干嘛那么眷恋？你不累吗？哎呦，秀秀，这不是累不累的问题啊。其实啊，我当这个主委啊，说的恶心一点啊，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帮社区服务了、啊。那么说的现实一点，这是我们买的第一栋房子啊，这辛辛苦苦买来的、啊。人家讲哦，起家起家起家了才有事业啊，这算是我们的财产啊。我当然想利用当主委的时候有权利，好好用这个双手来维护它。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你从当主委之后，社区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千奇百怪，什么事都要找你。你看上次林太太他们家的猫啊，卡在那个水管里面找你，对不对？对。李太太他们家的狗吃错药，也是要找你。然后呢，他更可怕，那个王太太家什么出现那个超奇木，超奇木跑到他们家也是打电话找你。我们家又不是119奇木中心。哎呦，你不能这样讲啊！那他们愿意找我，也表示所有的邻居信任我。还有你看，你那张鬓角，不见了，你还记不记得？哎呦，那个就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嘛。别再提了，你看吴太太他们家之前那个屋檐啊，有一个大蜂窝，你拿了一把香去熏，到最后是熏走了啦。但是你的鬓角也烧起来，最后把它剃光啦。哎呦，反正现在也不流行留鬓角。哎，可是我觉得你留鬓角还挺帅的，很性感的。真的？对啊。你觉得我留鬓角真的很性感？以前每次睡觉的时候都会摸你的鬓角，喵喵喵喵，我就会觉得好像跟猫王在睡觉。开玩笑的啦，但是我是真的跟你讲，很正经的哦。你要考虑一下，不要再出来选那个主委了，太累了，好不好？好了，我又困了，睡觉吧。幸福寿司罢收，什么东西？思念，写日文谁看得懂？南哥，还不赶快进来帮忙！不要以为在日本料理店摸鱼就不叫摸鱼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哎，两个都不在。拿到 OK。什么什么弄思念？不会是，该不会是 Ken 的不告而取谓之偷，但是取 Ken 者不谓之偷。住户大会通知单了，这样啊，而且也把里面每一条项目都看得很仔细。谢谢谢谢。哎，好无聊，那女人看的时候看仔细干嘛呢？干你什么事情啊？可是里面有一点我不懂。真的啊？哪里呢？你说。嗯，就是里面有一点说要把我那一栋后面那个花圃改成第二篮球场，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一个交代啊！哎呦，伟如，没事啦，有事好好讲啊。对，伟如啊，这个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居民都建议啦，就是说你家那后花园呐，使用率不高，再加上本社区打篮球的人口又多，改成篮球场，这挺好的。这花圃使用率高不高？你看得出来呀、啊？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我要买我这一栋吗？就是因为从窗户外面看得到那一片花圃，而且我早上起来，我只要一看到那美丽的花，我精神就好得不得了。再踮个脚，看到对面那个林先生在练健身操，我就醒了。这叫生活品质，你懂不懂啊？那你要我怎么办？撤销提案啊！哎，什么屁话？什么撤销提案？民主社会，民主时代，大家提议表决的，那这个时候里面讲的话怎么这样子讲的？这个专门投蓝外空星球的人起什么哄？哎呦！哎，你讲话不要婆婆骂街的。哎，你讲什么话？你叫我破坏吗？哎，黄医师本来讲话就这个样子嘛。哎，郭主委你也奇怪，你干嘛帮他讲话？是不是拔拉主委啊？你这么公平啊？没有帮他讲话，是你们。承受都不一样嘛！不要打了！我告诉你啊，这个社区我年纪最大，对国家的贡献最多。
解释就是说，我对这社区的贡献也最多，你给我一个交代，75度以上。当心啊，谢谢。不是我能决定的，不是我说了就算了，这要经过住户大会表决的。你是主委，你一点担当都没有，你在干这什么主委啊？我主委啊，我这一条你都还没有怎么啊？怎么样决定啊？取消啊？撤销提案呢？不行。盖就盖了，不能撤销，不能撤销，要75度以下，不行嘛，这个高高盖，不能盖，不要盖，真的，我不要再当主委了，我做到这期任满为止，我不干了，怕了吧？七十五度以下，七十五度以下，你别讲了，你真的不错了，想开了，好吗？我说，阿Ken师傅早上好哟，说相声好，这生意不错，托您的福不错，好没掉东西。哎呦，这位爷，您别逗我了，我自小除了吃烧饼掉掉芝麻之外，就没落过东西。哦，您自小记性好，那您倒是给我瞧瞧，我手上这什么玩意来着？哎呦，这谁不知道？这叫做影碟。洋文叫做 DVD， 嘿，您知道这 DVD 是吧？是您甭找骂挨了，谁不知道这 DVD 啊？哎，上面写的是日文，应该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搞不好……哎，等，你说什么？这个是啊，健康教育光碟？不是啊，我家电脑坏掉了。喂，哎，花医生，新货到了。是啊啊，这个没有啦，花医生，这个日文你看不懂啦。什么日文不懂？我很懂。不行，还没看呢，花医生。不要急嘛，好了，告诉你好消息好了。好消息，我们社区里面就快要有第二个篮球场了。哎呦，真的哦，太好了！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跟那些小猫都抢地盘了，还给我干拐子哎。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因为这个 idea 是我提出来的。你提的？对啊，对啊，是你提的。我提的。啊，够聪明了我。对，我告诉你。现在你那个爱神，你那个女神，你那个女王，伟如，非常的生气，为什么？你完了，一定要小好喝。我告诉你，因为篮球场盖他们家后面嘛，对不对？对啊，他每天被吵死了。哎呦，哎呀，哎呀，老爹加油！好，一，当益壮啊！加油啦，老爹！花爷，花爷。哎，马亚，什么事？我问你啊，为什么昨天我说我不想再当社区主委了，怎么没有人要理我，也没人要慰留我？难道我真的做了让大家不满意吗？玛丽拉，我们跑多久了？昨天没那次啦。华爷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我昨天越想这件事，我越难过。我现在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小郭，我告诉你，只要你规定啊，这蒸汽室的温度不得低于75度，我就回答你。我怎么回答你？我已经都不想当社区主委，也就是说不想再管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留给下一届主委去决定。哎呦，小郭，你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阅人无数，你这叫做以退为进，欲擒故纵。我告诉你，真正你心里面想当主委，对不对？你要大声说出来，我还尊重你是条汉子。花爷爷，你不要再解释了，怎么跟个老头一样这么烦了？完了，好了好了，我们走了走了，走了。啊，对了，小郭啊，如果说啊，你把这蒸汽室的温度调高于75度的话，不要让那个叔公老家伙称心如意，我保你当主委。OK， 你考虑一下啊。拜拜。花爷爷，我是真的不想再当了嘛。哎，爷爷满意了，爷爷满意了，舅姐。坐，拜托，救我，帮我一个忙，救我，一定靠你了，救我。舅姐啊，你来，我正好有件事要问你。对，我跟你讲，那个篮球场那个车厢。你先听我说嘛。对，你先听我说，我问你啊，如果我不想再竞选这个社区主委了。你在说什么啊？你就是主委啊！拜托，我跟你讲，那个篮球不是嘛？你先听我把话讲完。你要帮什么忙，我再帮你嘛。什么事情都可以啊。OK 的。那你说，我问你啊，我这个社区主委是不是当的不是很好？不会啊，那就是还不错了。倒也是没感觉了。哎，组长啊，你知道我的生活重心不在这边嘛？我平常呢，下班呢，不是去 pub 玩，就是去小酒馆喝酒。回来就是睡觉，再不然就是偶尔去你那边跟润润聊聊天啊，找找阿妈吃水果，就这样而已嘛。我不管之前成绩怎么样，反正我就是不想再当主委了。当了那么多届，我真的累了，真的不想当了。不想当了啊！这随便一个人都当都可以的啦。随便，
你以为当主委真的这么好当？要不然你来做做看。拜托，我才不要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好不好？可是啊，他如果改成有几制，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好，你讲到重点了。我当过主委，我来讲这个立场、最公正的。我当过主委啊，这个助位是很辛苦的，所以说当主委就应该改成有几制啊，就当作是鼓励跟补贴嘛。所以说当主委就应该会是有几制。哎，我们应该从下一届开始就真的把它变成有几制。对，哎，这个我赞成，这样倒是蛮好的。拜托你啊，哎。我们的社区经费多拮据啊，你自己想想看，要大家多交钱，门都没有。我刚刚讲的只是理想状况。好，好了，那你的问题解决完了没有？解决完了换我了。哎，我跟你讲，那个篮球场的提案，你一定要帮我。郭主委，你不这么巧，你也在这边，怎么样？篮球场的提案怎么样？篮球场提案。什么你？打篮球我是不反对，可是如果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那就很恶劣了。舅舅说对不对？对。对，你看舅舅都比你迷你，我看社区主委应该他来当。我本来就不想再当了。你少来了，你是怕没有人投给你，自己找台阶下，所以就说我本来就不想再当了，无聊。麻烦你跟那个提案的人讲，他有敢提这个案，就请他站出来跟我单挑。哎，对对对，单挑单挑。如果让我知道是谁的话，我就会。会怎么样？会。我可以以很负责任的态度告诉你，伟如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你这句话套用《天下无贼》这部电影的对白，太恰当。大意喽，大意喽。江江，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为各位介绍幸福社区后一届主委候选人。Ladies and gentlemen， 花曼玲小姐。哎呦！来来来来来来，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出来选下届主委。哎呀，你看。啊，曼玲啊，你是安那肉毒杆菌，你怕贼，头壳怕判呀哟。怀疑师啊，哎，你哪肯让曼玲做这种事啊？丢啊！什么这种事啊？这又不是什么什么事，这很光荣事情。曼玲可是有非常热忱为设计服务的精神啊，对不对？没错。怀疑师啊，当主委除了有热忱之外啊。他有时候啊，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只有牺牲没有收获的。那您平常不做这种事情，你要再考虑一下。秀，怎么会没有回报没有收获呢？这下一届的主委一定会有的，你说对不对啊，郭主委？对了对了，这个好心就会有回报嘛。但是啊，快乐最重要。哎，对对对，可是我相信除了快乐之外，一定会有更多好汤的。我是说心灵上的。啊，这个，我觉得啦，我们是不善于表达了。平常呢，我们默默的跟你默默做一些事情的，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应该出来选的，但是呢，我也太忙，没有办法，所以就只好由他出来。你要知道，小孩子不要笑，曼玲阿姨可是有一副非常好的菩萨心肠。对，两副，这样比较有说服力。有两副很好的这个菩萨心肠，他每天勤跑基层，是知道哪一家呢？这个化妆品没有了，谁家的呢？这个小孩的皮肤不好了，他通通知道的。在，是因为他做直销吧？哎，不，这个直销其实他完完全很投入在这个社区里面，对吧？这样行。黄先生，你已经在发表你的政见了。哦，希望各位乡亲、各位父老，我这心情就变了。大家好，花曼玲，好不好？好。黄兆振，好不好？好。动算。动算，谢谢。我们之前呢是想说，换人做做看可能会更好，啊，不，一定会更好。可是因为就怕郭主委他面子挂不住嘛，所以我们一直忍着没有出来选。因为小郭已经讲都不选了，我们出来的，要不然我们不会这个，对不对？小郭对，你扯扯，好时机啦，好时机。对啦对啦，好时机啦，什么人做拢好啦吼，啊，不然你当年就等下，阮这个戆囝婿小郭，阮的意愿上悬啦，换人做看卖嘛好啦。真的，曼妮，你出来选我都放心多了，要不然我怕大家每个人都选给他。哎呦，真应该让他休息一下。所以你们都会全力支持我咯。低调点，低调点，低调点。好，小郭来了，那麻烦你那个调花卡的名单借一下。什么调花卡？还有什么调花卡？啊，这个是调花卡。不是，我们选举很干净，不能花任何一毛钱，尤其不能花到我的钱。对，大家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动算，动算，动算，动算。各位乡亲父老，我们下一届的幸福社区的主委候选人花曼玲来跟大家拜票了，来，班长。哎，班长，
小易，曼妮阿姨告诉你啊，这次我出来选主委，我一定要许你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不会让你们家的后花园变篮球场的。曼妮姐，我老实告诉你好了，从小到大，我都跟我妈意见相反。哎呀，伟如。你放心，虽然我们家那个死鬼花一行啊，他是赞成盖篮球场的，但是我这个人一向是铁面无私、公正不阿，我不会偏心的。哎呀，我也反对盖什么篮球场啊！你看，我们有花花草草可以欣赏，多好啊！盖什么篮球场呢？这个案子我不会让他通过的，你放心啊。曼妮，没问题，你这边我投定了。哎呀，谢谢。那个啊，花医生，花医生，那个，请问一下，你那光碟看了没？那我每天都忙啊，谁看呐？那你没时间看的话，可不可以先给我看？干嘛断粮了？你先干别的嘛。不是，不是，我想要了解纳豆嘛，我想要知道他喜欢哪一型的。啊、哦，拜托。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很正常啊，他有时候啊上午被汤烫到，中午才发出惨叫。哎呦！你看这个大概是三小时前被烫到的。对。我靠，龙的传人。嗯，恐龙，你看看。我跟你讲，花医生，你要是不看的话，先拿给我跟舅去看嘛，好不好？找时间我们一块看好了，好不好？好，那我先拿一个。谢谢。阿公你好。我是你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没看到。我太认真拜片了，没认出你。爸，如果我这次当选的话，我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蒸汽室的温度不得低于75度。好，哎，再加一条，怕热者及狗不得进入。没问题，你要加什么都加。马尼拉。哎，马尼拉。不要跟我客气啊，坐。马尼拉，如果我们单这一次当选立委这个主委的话，那么我要颁布一个法令，叫做外籍佣人可以周休二日。啊，跟妈妈打。真的真的，所以一定要投我一票哦。哦，跟马尼拉一定会投马大的啦。马尼拉不是住户，他没有投票权。爸，你怎么不早说啊？这你害我浪费那么多口水。哎呦，开什么玩笑啊！如果每个工作的人都就休二日、三日的，那地球还要不要转呢？对不对？哎呀，曼玲，曼玲，姐知道整个幸福社区你篮球打得最好了。哎，真的。所以大家都说了，我们幸福社区有一个矮姚明。姚明就好了，不要矮嘛。对对对。对啊，反正啊，为了不埋没你的这个天分，对，曼玲姐决定一定要帮你再盖一个篮球场，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哇，谢谢曼玲姐。不用客气。等一下，你是不是也没有投票权呢？哎，对啊，我是没有投票权啊。走，我是这个社区的主委。拜托，人怎么就走了？看，你还不了解我们家那对夫妻吗？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在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是个。来去洗一下温泉，洗温泉好，嘿，还当真来啦，好，好，好，吃个牛肉汤，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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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刷来你呢，还是凶奖？哦，你那么凶干什么啦？不好意思，对不起啊，不是啊，今天呢、啊，这个所有的幸福社区的邻居通通在我们这边啊，今天是我们幸福社区的住户大会以及选举主委的日子。那我也当了2届的这个主委，其实做起来真的是蛮辛苦，真的累，累了，累了，真的累，但累了无所谓，这样为大家好，这个我的付出都应该的，应该的。原本啊是要在这个健身房举办的、啊，但是啊，为什么要在我家客厅举办呢？因为今天啊，对我本人来讲别具纪念意义啦，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满意，做了小小便当。哎，郭主委，欢迎。郭主委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啊，怎么没有瓜子嘞？啊，这一边开票一边啃瓜子啊，我觉得那才有意义。不不不，欢迎。这些准备的东西都是我个人出的，跟住户一点关系都没有，够了。啊，够了！哎，对，哎，够了，够了！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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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饼干来！够了，够了嘛！你是被什么？当选感言呢？我好紧张哦！来来来，我现在终于了解梁朝伟、张曼玉这些影帝影后的心情。梁明天啊，这么重要的人，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干死鬼啊！我跟你讲，去把我的庆功宴准备吃吃喝喝的。庆功宴，对呀，要来哦！你看是会付出了，放心啦，就是会回收的。好了，那待会这个就要选这个主委了哈，那这个票发下去了，大家把你想的主委的名字写在那个单子上面，就投了票上面，对不对？你就负责接电话，没有来的话，就用电话。哎呀，我这样，我弄完了，我。你刚刚分钟。
考虑，真的考虑，真的考虑。哎呦，这样紧张的哦。要吗？可以啊，你那也是我们一家人啊。花医生啊，你真是聪明哎！大家现在都在开住屋大会，谁知道我们在那边干什么、啊？开玩笑，我花医生的名号是假的、啊，真的真的。舅舅呢？舅舅，哦，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叫我们自己慢慢看。哎，好吧，那我们就不等他了，不等他了，不等他了。大家也来，来，小各位，别忘了各位。阿美啊，今天啊是这个组委要开票的日子。对啊，那么在组委开票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提案要进行表决的，那就是我们本社区呢要新建第二篮球场的提案要进行表决。本提案呢是由西栋的舅，就是鸡先生提出来的。啊，哎，我抗议，每一次提案的人一定要公布真实姓名，也是负责啊。哎，虾米啊，鸡先生，我也不当啥意思。我就是鸡先生。啊？怎么会是你？这案子是我提的。因为啊，我们社区这么多人爱打篮球啊，而且我们花圃又很久没人用，我想说啊，把它改成篮球场，可以造福所有社区的朋友。后来我知道社区里面有一个人的好心情，其实都是每天看那个花圃而来，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花圃留给那个好心情的人。哎呦，就是你讲啊，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哈？哎，我要撤销提案。漂亮。我先讲哦，我这么做绝对不是因为要讨好伟如。撤销的话，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啊！哎，那如果现在有人要提议的话，还是可以提出来啊。有没有人要再度提案？没有，没有，下一个程序，下一个，下一个程序的。好，那下一个程序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组委开票的日子。好，我们就请我们的社区最德高望重的三位长者，阿嬷帮我们开票以及唱票。那么，叔公呢，跟花爷爷要帮我们监票以及计票。打来打去的。那么在这个开票之前呢，我想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再发表一下我的心得感言。哪那么多感言啊？妈，你人家话怎么那么多？你多走几句。我们要说的是啊，就是我服务了那么多年了，其实感谢大家对我支持的与爱护了。那么也感谢大家对我这个能力上不足的这个包容。不会啦，什么？曼玲，谢谢。恭喜，曼玲。这总而言之，美好的一仗已经打过了。打过了。我绝对不会转战县市长的选举啊。不好笑啊。那么相信啊，下一任的这个主委选出来啊，一定会再帮大家争取最好的福利。会的，我会尽量争取。会为这个社区啊做义务的服务。一定会的，我义务服务。主委，你说什么？什么？义务服务。社区主委不是改成有几制了吗？哪有？我没有说，我有说过，我是说那是理想中的状况，但是不可能实现的。刚退休的大官难免会有失落感嘛。恭喜你票！哎呦，以后就换我们去曼玲家吃水果啊！恭喜你票！而且你以后就有时间可以陪我了。我付钱票！就是这样我才难过啊！哎，你很过分的你。郭富城一票。你放心啦，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不会影响我的心情的啦。郭富城又一票。郭富城一票。电话打来的，电话打来的。第三项到第十项无异议通过，都是投给郭富城先生的。组长，组长，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这个当选感言呢？谢谢大家继续的支持，谢谢。好了，那我在这边呢，我也正式宣布了，恭喜我的组长也是郭富前先生正式连任第六届幸福社区的住户组委，同时也祝我们幸福社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大家都幸福快乐。什么东西啊？
对啊，好奇怪哦，这个，这谁说这个是什么正统日本货啊？对啊，这哪是光碟啊？对啊，搞什么？是舅舅拿的是吧？对啊，舅舅啊，找他去。搞什么啊？这是耍耍孩子。你们以为这是最新的色情光碟，对不对？被我吓一跳了吧？这是我思念你们的 VCD 了。首先呢，我要先问候呢，就是我们整个社区情感的中心，也就是阿妈。阿妈，我给你一支卡，我好想念你哦，你好不好啊？到最后是花爷爷你比较喜欢，还是我们建工啊？两个你到底要选谁呀？我觉得结工比较好哦。好，接下来我要问候的是伟如还有小易。我跟你讲哦，小易啊，他都有传那个 mail 给我，然后我觉得他真的长大了耶。所以伟如，你不要老是担心他，你应该担心自己，你应该多替自己想一想，那个男人是不是还在追你啊？伟如，说待会有没有空，可不可以跟我去看个电影？就我们两个。好啊。就我们两个。好啊，我觉得虽然他有时候呆头呆脑的，但我觉得他也蛮不错的。好，再来我要问候的是曼宁还有花医师，你们好不好？我告诉你们，我们幸福社区要是少了你们两个，好像就失落了什么，就觉得不好玩了啊。对对对，花医师，你那个什么亲亲小露露还有在一起吗？花医行，谁是露露小亲亲啊？都乱讲的，但唯恐天下不乱。最后呢，我要问候的就是郭祖伟，还有秀秀，还有最可爱的任任。郭祖伟，我知道你非常热心公益哦，好像又要选这个主委了，对不对？放心啦，你一定会连任成功的。说真的哦，我来国外一年多了。我真的好想你们哦，我希望我真的能够回去跟你们在一起耶。尤其我觉得我们幸福社区是一个最会制造幸福的地方。一定要幸福哦。让我们同在一起，记忆快乐。住左边住右边第二季已全部播映完毕。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公共电视《住左边住右边》第一季及第二季的支持与爱护。在此仅代表公共电视及导演王伟忠和全体演员向各位致上最诚挚的感谢。到底幸福社区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又会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趣事呢？不管如何，电视机前的你们一定要幸福哦。妈妈说大男人小男人只会不听话，婆婆妈妈酸甜苦辣就是甜蜜的家。一家听着家。